飞虎队随时都要同最凶悍嘅匪徒搏火，所以我哋一定系精英，无论几危险都要义无反顾，因为我哋要孭低 SDU 呢个名。你想点啊？一架直升机，2亿现金，一个叫钟伟恩嘅警察，4个钟头内符合唔到我要求，我就交1分钟杀佢。我就系个反要揾嘅人，钟伟恩。 原来你一年之下，你掟我落海嘅。你死唔去，就当我今日要完成嗰一未完成嘅事。钟伟恩，你有冇事啊？你而家即刻到我厅住，一共有4个犯人，全部都系男人。根据情报，银三伯毒贩会继续派杀手嚟暗杀徐建侠。我哋嘅任务就系要保护呢个重要人物。 你到底系咩人？睇晒啲眼你！你咁样对付受保护嘅人系严重违规嘅。点解我要保护呢啲贱人？多谢你支持。哦，佢哋打劫嘅对象全部都系人渣败类，唔通佢哋想做现代罗宾汉 ？Yes。而家出嚟嗰个叫阿N，应该系佢哋大佬。 飞虎队展上，我会一齐嘅。佢做过卧底，但系突然之间消失咗，跟住俾警方通缉，翻翻嚟之后，而家仲可以做翻 CIB， 呢个人一啲都唔简单。原来你行尸，你系警察嚟噶。佢再唔讲，我肯呢个方法都会用。我一定会亲手拉你。咁你一定唔够料。Shoot to kill！ 我而家过唔到嘅系另外一样嘢，做 sniper 系咪一定要一枪攞个反条命？ 如果我冇开嗰枪嘅话，佢都屋企人仲有机会见到佢。总言之，我哋开枪就合情合理合法，有嘢嘅。所以兄弟一齐咩？点解你可以围咗个人渣，推只兄弟去送死？唔系嗰个大坏人，人哋系查唔到嘅。我而家兜佢救人质，你哋分头包抄3个疑犯。我而家喂，你哋唔好入唔到我哋啊！ 我唔觉得我有啲乜嘢可以输俾你咯。飞虎精神系会微打正应输，放马过嚟啊！我哋越接近真相，就会越危险。到底咩事？你同我讲啦！你帮唔到我嘅，佢要对付我，佢仲要对付埋你啊！冇嘢嘛，唔好瞓啦，维维，集中精神翻咗。 你喺呢个世界最了解、最信任我嘅人，我觉得好幸福，但我唔可以连累你。一个，同我踎低，举手。我喺门口 set 咗炸弹，一阵飞虎队入嚟嘅时候，如果你唔开枪嘅话，佢哋就会全部死于眼前。 警队精英中嘅精英，经得起严峻嘅考验，展现神勇训练，面对悍匪绝不退让。飞虎二，飞虎队随时都要同最凶悍嘅匪徒搏火，所以我哋一定系精英，无论几危险都要义无反顾，因为我哋要孭低 SDU 呢个名。小心！ 警队精英中嘅精英，展现团队精神同英勇毅力。飞虎二。